欢迎收看时事中国。一连六日的珠海航展闭幕，入场观众累计近60万人次。央视报道，今届签约金额近3000亿元人民币。珠海航展嚟到最后一日，现场不时落雨，但无阻公众入场开眼界。大批民众冒雨去到户外睇飞行表演同参观静态展示区。今届航展首度设立低空经济馆，展出多款无人机同载人飞行器等，应用领域涵盖物流配送、医疗救援等。呢款預計年底首飛嘅大型無人運輸機亮相第一日已經收獲200多張訂單。呢架空中的士同樣引嚟唔少關注。研發公司就認為國家低空經濟市場廣闊，對行業發展有信心。我们的这个展区啊，一直都非常的热闹。相信不久的未来，随着这个航空器的技术逐步成熟，逐步通过试航推入到市场中啊，那真的能把打飞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推向到大家的这个身边。今届珠海航展有嚟自47个国家同地区，合共过千间企业参展，其中境外展商比上届多大约1倍。部分展商亦都參加咗喺上海舉行嘅進博會。進博會和珠海航展都有訂單的收穫。在進博會上，我們總共和國家航司簽訂了訂單金額近22亿美金的大單。在珠海航展，我們也即將和客户簽約，總訂單金額將達到19亿美金。央視報導指，珠海航展簽約金額達到2856亿人民币，其中中國國航同中國商飛簽訂框架協議，成為仍然喺初步設計階段嘅國產寬體客機 C929 全球第一名用戶。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嘅簽約金額亦都創下新高，達到大約600亿元人民币。无线电视记者陈雪怡报道。江苏省宜兴市一间专科学校昨晚发生持刀伤人案，造成8死17伤。江苏省委书记信长升话，要全力救治伤者，加快案件调查进度，及时发布权威信息。信长升上昼主持召开全省视像会议，形容案件性质恶劣，影响恶劣。又提到案發時間相距在廣東珠海發生的揸車衝撞行人案無奈，必須深刻反思，汲取教訓，要做好死傷者同家屬的安撫善後工作，盡快查明案情，依法嚴懲兇手，強化校園安全管理，加強人員密集場所等重點部位的巡控，全力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同社會穩定。當地警方通報話，21歲姓徐的男疑兇，因為無法取得畢業證、對實習報酬不滿等嘅原因，翻母校行兇，當場落網。春年係蛇年，大批應節裝飾品已經喺浙江義烏嘅批發市場上市。有賣年畫嘅店鋪話生意唔錯，訂貨量按年上升1成。農曆新年仲有2个多月先到，但喺被形容為世界超市嘅浙江義烏國際商貿城呢一度已經充滿節日氣氛。有批發商話，出年農曆新年比過往早，今年10月底已經接到訂單，工廠正係趕工製作。這些天那個客户線上線下訂購春節的產品呢，比較火爆的訂單呢，已經排到明年1月份了。总数的话有3000万件以上，比去年同期相比的话增长10%。除了传统造型的挥春对联，部分商店亦都特别设计款式新颖，含有不同蛇元素的装饰品，希望吸引更多客户订货。就是有特色的，有些就像文创类的东西呢，这些年画的层数比较多的，我们做的比较做工精细一点的。都賣得特別好。央視就引述義烏國際商貿城話，全球80%以上嘅年畫對聯都係由呢一度出口。截至今個月，生肖產品嘅訂單量按年增長最多20%。無線電視記者陳雪怡報導。海南省嘅科研育種實驗基地近日有新一批太空種子正式播種培育。
專家預計最快六年之後才有機會推出市面。中國第一個可以重複使用返回式技術試驗衛星實踐19號上個月完成太空育種試驗，其中大約60個品類、重大約50公斤的太空種子已經交付給海南省，部分完成浸種處理並且安排播種。一个是想把产量提高，我们说实话，这是中国太空以后，看看这个我们做了以后受香，还有个香味香型更好。啊，现在这个产量啊，在热区的产量还不是我们理想的。专家话，在项名额珍贵，太空育种计划的种子都要先经过筛选。同传统育种技术相比，太空育种最大的优势在于有益变异率高、育种周期短，但同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需要在地面经过长时间培育和检测，才能够找出比较优胜的种子。对我们来讲，也像开盲盒一样，我们也不知道它会发生哪些变异，因为植物的遗传信息非常的长，这些变异可能发生在任何的位置。那么我们只有经过对这个每一颗种子进行分析以后，才能知道具体的变异发生在什么位置，会造成什么样的表型的变化。专家话，呢一批太空种子会陆续送到去海南省其他实验基地播种培育，未来将会同科研院校合作，筛选出高产耐盐的品种。无线电视记者陈雪怡报道。喺俄罗斯，中文是普及度增長最快的語言，學習的人每年增加15%至20%。赫沙間創辦了16年的私人中文學校，吸引不同行業的人報名學中文。由黃慧芝在俄羅斯赫山和大家了解一下。俄羅斯總統普京9月在赫山一間中學和學生交流的時候，提到俄羅斯的漢語熱潮越來越熱，要加大中文教育的力度。在俄羅斯學中文的人由1997年的5000人到2007年的17000，再到2017年的57000，目前最新的人數超過90000人。在學習中文的人裡面，25%選擇額外到語言學習班補習。你好，我叫阿米罕。今年11歲的亞米爾坎已經開始在私人機構學中文。因為現在中國的影響力在世界範圍越來越大，我覺得學了中文之後，未來對我從事生意以及成為翻譯家都會有很大的幫助。清床。而力軍的夢想是到中國從事翻譯工作。我選擇學習中文，因為現在关系对俄罗斯和中国越来越好，和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现在我想在中国旅行，然后可能工作在中国，这是我的梦想。兰山自1992年开始学中文，原本系帮商人翻译，后来因为有商人亦都想自己同埋屋企嘅小朋友学中文，令佢发现到商机。16年前創立了中文私人學校，現時大約有200名學生。在我們學校有律師、教師、記者、經濟學家等不同職業的人也學習中文。他們選擇學習中文的原因不同，有的是為了工作，有的是為了個人提升而学习。今天你们怎么样？在俄罗斯做一名私人学校的中文老师，一节90分钟的课收入大约为1000卢布，每个星期上5节课的话，月薪大约为30000卢布，即是大约港币2400元。我觉得，在教过程中，最难的是学习汉字声调，因为在俄语我们没有声调，我们没有汉字，因为我们有字母。对学生们来说，这种非常难。2019年开始，俄罗斯首次将中文纳入全国统一考试的外语科目，令到中文成为继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之后第5种选考语言。
无线电视记者王慧芝在俄罗斯喀山报道。时事中国讲到呢度。